生苦难，不要去想太多，过去的就是过去了，所以未来还没有到，好好的把握好今天吧。我们人生像一张纸啊，一张纸就是一辈子。我们出生的时候一张纸啊，开始了一辈子；毕业的时候一张纸啊，我们奋斗了一辈子；我们婚姻的一张纸啊，折腾了一辈子；我们做官一张纸啊，争斗一辈子；金钱一张纸，辛苦一辈子；荣誉一张纸，虚名一辈子；退休一张纸，失望一辈子；看病一张纸，痛苦一辈子；悼念悼词的一张纸，了结了一辈子；看破这些纸，明白一辈子；忘了这些纸，快乐一辈子。所以生命就是在追求丢失当中的东西，我们境界就是要在修行当中找回我们的初始的本性。人生一场梦，就是梦一场，不追不求，我们快乐无比，知足就是幸福，学佛就是圆满啊。